你这个你是倒，我被咬到，没关系。你这个你是倒，我被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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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个你是倒，我被
冇贪心。左右，唔係啊！佢話唔開心係好開心，係啦，所以就今日我好感動，佢哋肯陪我嚟拉屎呢個迪士尼，真係好感動。我哋有冇辦法唔嚟啊？係啊，同阿周瑜講話真係要嚟咩？好熱喎，佢就用咗個理由就話婷婷會離開半年，但係其實我琴日一路都唔信呢件事嘅，真係㗎，因為我話佢又冇之前 announce 咁突然嘅咩？咁啲係真的，我淨係同嗰啲重要嘅人講啊嘛。咁我就先啦。最重要的就是李興華，他從來都不會早過下午四點起身。是啊，我昨天啦，仲同佢求婚，聽日係咪去啊？我已經到夜晚打俾佢，佢都唔聽電話嘅。但係佢企喺度係一個奇蹟啊！講真嗰句，我唔玩任何機動活動，我又唔中意呢啲，我又唔中意曬，我哋去睇 show 噶嘛。總之啊，婷婷話要迪士尼 farewell， 我真係心諗啲， yeah, 我啊瀨曬嘢啦。開心到不得了，我哋可以出發啦 ！Let's go！ 買杯咖啡飲下先。我哋通常呢啲時間力迪士尼咧，都係會不停入去嗰啲有冷氣嘅地方嘅。重點。咁又多謝。哎呀，佢又陪我陪我力迪士尼啦。我哋係咪不停咁樣 set 住咁樣行？佢今日要。好啦，你咁樣大家見過咪唔使咯。究竟係咩？我而家戴太眼鏡。乜都得。小姐，你邊位啊？我要一杯 vanilla latte brandy 凍嘅小冰一個 pump， 唔該。哎，講咗啦。咩啊？講咗啦。我同邊個坐？我未同 camera 講嘅，我哋而家同 camera 講就係咁嘅。我哋今日咧，力迪士尼有一個小小嘅任務，我哋會有好多 sticker。咁我哋目標咧就係黐喺羅天宇嘅背脊。咁我哋剩低嘅六個人咧就會分兩組，睇下邊一組成日黐得最多。如果俾佢發現咧，嗰一組就即輸。OK。咁贏嘅嗰一組咧會有1000蚊嘅錢去買任何嘢。哇！但係淨係得一分鐘，如果超過1000蚊就要自己俾錢。全部自己俾錢。全部自己俾錢。OK。OK。阿錦同我同 Brian。阿興話就同阿嘉誠同阿英要1000蚊，我要1000蚊，我一定要1000蚊。但我想問幾時開始啊，老師？我哋而家即刻去排甜點。哇！呢個 Q 慢慢行過嚟啦。你夾怪咁 Q。嚟啦嚟啦嚟啦！一號參賽者，轉身轉身。好轉身。好第二個啦。好好啊。好第二名參賽者。係啦。呢個好收斂啊。第三位第三位。唔好再傾電話啦。喂，朋友，不如朋友，你做紧乜嘢啊？我而家系迪士尼，又唔得闲同你讲嘢啦。不如你一直再揾我啦，拜拜。收起笑落嚟，有啲伤心。冇见过人哋唏嘘嘅迪士尼咩？而家不生也愿记起唏嘘迪士尼。快啲走，我喺癫救命啊！上次嚟都未裝修完，上年裝修完，但係仲空置嘅，係咯。我哋而家咧就排好貼紙啦。咁呢個遊戲咧就正式開始啦。可以入去啦，唔熱啦。啱啱發生咩事？興華嘅愚蠢動作，終於應該已經聞到味。太明显啦！喂，好热啊！
好，出發。山車，山車，我未上。記得我身心，記得我前面嘛。男花痴。要呢一隻，哇！呢隻好搞笑。他自己有，仲要攞我嗰啲啊！我哋而家要扮個個都似咁樣，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團章。佢係咪夜光？係啊。點解你哋男哥係團章嘅？有冇同一樣？冇。我同一樣主持。我果然 lonely 到而家。呢個係今日嘅攝影師。When you reach Star Tower, 影相嘅。婚紗，婚紗嗰啲。唔係好咩？有樣㗎。咁最緊要我哋可以同主持人見面，咁麻煩準備翻你嘅相機或者手提電話，請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。唔該曬咁多位。我覺得有啲恐怖啊！為什麼？我唔知道，我覺得佢有啲點解啊？恐怖！我講完呢個，係啊，隔咗㗎啦。啲唔係，但係 Armin 有戴口罩，佢有個咒啊嘛。我突然間諗，我哋做見到 Armin 戴口罩。我一早發現咗啦，你嘥曬啲錢。係咪興華第一次嚟嘅時候就發現？我唔知道。今日係慶祝嚟啊，點解要黐我？我哋去隔離射槍槍啦，我哋一鋪廿蚊啊嘛。係拎咗廿蚊出嚟先。我哋嚟到金童跟住世界都要賭錢，一陣自己射完嘅時候記得影低個分數。我哋比賽啦，睇下邊個高分。好緊張，我哋好似。開花。32,38,32,35,000元拜拜，全部垃圾嚟嘅，黐線啊！手唔痛啊？你哋究竟入去做咩嘢？我手仲痛。我要玩多次。每人20蚊。好啦，總之就係老天爺發現咗呢件事啦。終於頭先咧，最後發現嗰下咧就係、是。佢突然間喺地下發現大量嘅貼紙，其實嗰下咧好尷尬，我就即刻走開。喂，話喂，中意呢個頭著㗎。大量貼紙咧就係李興華，咁啊咗興華咧，佢用幾個圓圈黐咗，佢諗住一鑊鑊，一條咁樣黐。係啊，點知佢一條跌曬落嚟。其實我都知道後面有啲嘢，跟住之後，唉，蒙下塊鏡，成個背脊。唔係最好笑咧，佢係叫我喂咁幫我掹咗我張貼紙，我想講，不如我扮掹就算了。再貼翻。咁多遊戲唔玩，係要玩我。因為你係我哋嘅寶貝。咁望你，佢系望住我啊！唔系啊，你头上嗰个。咁企呢度好啦，呢度啊，二三。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可以睇下呢个，呢个 baby 真系咁样。哦，唔系 hello。哎呀，個頭骨好吸引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松心咧，係啊，係啊，
我同你飲杯。你邊個啊？你想玩啊？我陪你啊，你食。俾哥哥啊！咦，知道啦，咦，咦，深深咧，深深。咁問你佢咩？我哋而家咧有個新遊戲啊，你哋兩個打緊機就聽住啦。我哋一陣咧就會一人分兩 team 啦，跟住我哋會玩小朋友包剪刀。而家你小朋友玩唔識嘅小朋友，大人都得嘅，五分鐘內。咁你睇下你可以猜贏幾個人？我哋包剪刀贏咗，決定邊隊先？包剪刀，包剪刀。佢哋先，定係lock 住佢。好啦，而家咧我哋開始第二個遊戲啦。咁啊 ，Team A 就係阿興華啦、Jun 啦同阿 D S。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嚟啦嚟嚟嚟，同我猜。好，你出你出你出答。OK， 包剪答。包剪刀 ，yes！ 包剪刀，好！
聽聽。包剪大。咦？又係生日嗰一對啊！係啊！快啲！快啲！頭先我揾咗佢哋。你因為我哋去咗第二個地方都揾到佢哋嘅，我哋又同你分享。你試下啦！包剪刀，你幫我。同我哋一齊包剪刀。包剪刀。到你，到你，到你，包剪刀。包剪刀。勁啊！好勁！嚇，每人兩張。你做咩啊？你出包，包剪刀 ，yes。你最出包，包剪刀 ，yes。我出包，包剪刀。Good job! Good job! Thank you! 你一定咁樣對佢嘅，拜拜拜拜！包剪刀，我贏啦！包剪刀，越行越前啦，依家。啊，直搞！你真係識識刀 ！Good job! Good job! Thank you！ 包剪刀，好嘅，好乖啊，叻仔，送曬俾你。包剪刀，好多多包剪刀。好嘅，好嘅，全家好勁啊！佢哋呢隊猜番薯就真係好混得啦，咁不停贏，佢哋兩個不停輸。我多多包紙十，好，我得你真係真。好嘢，好嘢，多謝你，贏你要贏，你要贏，包紙十。好多，做包剪刀，好嘢，叻！你踩埋，包剪刀，包剪刀，好多包剪刀，波波都贏啊！三十秒啦，影張，我影緊相啦，竟然都阻咗佢，睇個包剪刀啊！包剪刀，我又贏啦！包剪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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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剪刀。好叻啊你！真垃圾嚟，我唔係輸好多啫嘛，我有贏啊，有贏啊！好叻，好叻，我好輸嘅。我夠鐘啦，我哋猜埋呢個，最後呢個，最後呢個。包子揼，係一分，多謝曬。送嘢俾妹妹，我得一張就好。多謝你，多你張三蚊紙啦。一千都得噶，唔使五百噶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好難過啊，因為我真係鋪鋪贏，我輸咗一兩鋪噶咋。其實咧，我就係想做出呢個驚險嘅效果，因為如果身為個 blocker 嘅處理人，成日贏就唔好睇嘅。齊聲，你都出聲啊嘛！如果知道你放咗我同你贏啊嘛，但贏咗冇意思嘅，你自己使錢。咁至少我自己要買嘅嘢唔使再另外俾錢啊嘛。其實咧，我相信佢哋會買嘢俾你嘅。你可以而家講俾大家聽，你想要啲乜？唔會咯，唔會，我會買曬我自己想要嘅三萬仔。哇，好靚啊！三个人分开合埋一齐的时候，唔可以超过1000蚊，超过1000蚊自己俾。哇！我知呢个，我知呢个，一样系2分钟，大家分开唔好再讲嘅。三二一，我哋好嚟啊！你會買買幾多樣咧？靚仔啊，呢個 Tony Stark 都好靚仔喎。1000蚊六折，真係650蚊咯，多350蚊咯，350再除衫，即係你多百嘅。廿四。啊，你哋仲有一個人咩？我呢個正喎，我呢個我都諗。保守歷史啊，我。馬仕飯店有一定貪嘅，冇貪心。喂，我買咁貴嘅嘢，我話俾你攋嘢啊，佢呢個。攋嘢，你哋自己俾錢㗎。呢度已經六嚿幾水啦。好彩我真係大無畏咋，咁你呢度嗰幾百蚊你要自己俾錢啊！我冇諗過啲橡筋咁貴，冇㗎啦，冇㗎，你攞著啦。呢個遊戲我完全唔記得咗係一次。
千元的 quota 是咁，你以為係咩啊？你有啲咩？你以為一個人一千元？我見到人哋一分鐘超市嘅任流，我而家個腦子係不斷 concept 任流。嗱，呢個就係數學。好彩你唔係嗰對面嗰啲咩周大福任流。你哋有冇發現有一個好靜嘅人？不停咁買，以前都要兩萬八。我都買100多元啫嘛。啊，咁少嘅啫咩？係啊，食六五折之後800多元啫嘛。800多元啫，咁啊唔好怪，好得 ，OK。多謝多謝嘉誠。已經要俾錢噶啦，開唔開心啊？如果嗰千元我買得好啲嘅話，我會好開心。我哋今日買咗嘅嘢就喺度啦，即刻抌喺地下啦！好靚啊個天！我哋走之前，大家就喺度影相啦，跟住佢哋喺度影心心相啦。你睇你唔好咁咁快。别走，下一个，走吧走吧，台湾见，台湾见，卡吉玛 ，Thank you， 半年，我哋会等你噶，我又想喊啦，半年好快过。同埋一通關咧，我哋就會喺台灣，即係一通關。周圍發現所有嘅台灣女仔都係講呢樣。我老婆又係咁講，婷婷係咁講。See you in Taipei。我可唔可以補多句啊？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我就惨啲啦，冇得玩 Wakesurf 啦。我前咧近排咧放新假咧，都同婷婷去玩，而家冇啦。咁等你翻嚟，拜拜。我问你啊，喺呢可能三个月至半年啦，我唔喺度嘅时间，你会做啲乜嘢？多謝你，再加多幾個鐘，我又要飛嘅。拜拜。